真的很幸福，然后看到你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现在你们还是在唱歌吗？对，还是在外面唱歌，因为我们两个身体的原因也找不到什么工作，所以还是一直在外面唱歌嘛。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我觉得唱歌给我带来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吧，一方面可以养活我自己，改善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虽然我曾经我爸爸没有给过我父爱，抛弃了我，但是现在在大街上无数跟我素不相识的人却给了我这种亲人般的关怀关爱。杨雪峰和王丽在追梦的过程当中重获新生，他们用歌声来传递人间温情，他们都是生活的强者。最后借用李诞对张韶涵说的一句话送给今天的这两位主角：也许你的翅膀是隐形的，但是你飞过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感谢收看今天的有请主角，我们下期再见。